净土之滨是陆中海岸的代表性风景名胜，1954年被指定岩手县名胜。南部赤松的绿色、岩石的白色与海水的青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是被称为白沙青松的日本海岸美景，值得一观。净土之滨不仅作为观光地以顶级景观而著称，还作为海水浴场，因良好的水质和平静的海面而大受欢迎。夏季里会有很多游客前来进行海水浴，十分热闹。海水浴场和毛利 house 之间以散步道相连，退潮时散步道附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洼，成为了螃蟹、杜甫鱼、虾虎鱼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。可乘坐观光船陆中玩，感受净土之滨岛巡航的乐趣，可从海面上欣赏变化丰富的海岸线，航行时间约40分钟。船的周围飞着一群海猫鸟，如果递出饵食，它们就会巧妙地从人的手中叼起饵食飞走。在净土之滨游客中心，还能通过照片和影片等欣赏陆中海岸的风景，感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乐趣。